何家戀事一向都備受大眾矚目，好似近日有超年露撇拍拖多年嘅男友吳克群，仲有四房奶仔何猷君同緋聞女友 By Two 成員 Yumi 分手等等，都惹嚟唔少人嘅關注啊！據知身為城中鑽石筍盤之一，而年23歲嘅四房長子何猷亨，近日又有新戀事爆出啦。其實猷亨最為人所知嘅一段戀事，係喺2011年嗰陣同就讀劍橋大學嘅富家女陳海欣拍拖，當時仲周不時帶埋女朋友一齊見人添啊！不過未夠一年就甩咗拖啦。之后猷亨的绯闻就没停过，好像是靓模文宇、陈海琳、刘佩月和梁静茵等等，而一向多女埋身的她，估不到最后是晴卿拍过半裸写真的 M Club 女陈莹。有报道中说四太梁安琪已经开埋绿灯批准他们发展，看来陈莹成功将半只脚踏了入豪门了。